殡仪馆里不走的灵。那个孩子出现在那个地方，可是他只有上半身，发现有个人影，是完全平行的脸。他的爸爸为了不让他旁到，他抓着他的手，很像很多只手在那边拿。他明明就已经往生了，怎么会看到他还在殡仪馆他那个牌位前这样走路？